佳梦，奔放热情的追星狂魔，电影院售票员，秋水，杀马特酷炫少年，姚星杰，出租车司机。佳梦是一名普通的电影院售票员，她非常迷恋一个当红小鲜肉。一天，小鲜肉竟然出现在了她面前，佳梦简直高兴坏了。在这个城市里，远不止佳梦一个人如愿以偿，出租车司机姚师傅也和自己高中时期的女神重逢了。尽管女神已残，还离了婚，带了一个儿子，但是丝毫不影响姚师傅对她旧情复燃。无论女友和朋友们如何威胁或劝说，杀马特少年阿水就是不肯陪他们看电影。女友为此大发脾气，还和阿水玩起了冷战，而阿水父母的婚姻也在此时遭遇了危机。阿水的女友拉他去看心理医生，但阿水却不愿意配合，两人不欢而散。阿水回到家里，父母正在争吵，并询问阿水他是不是真的得了电影恐惧症。叛逆的阿水一赌气就立刻电话约女友看电影，和小鲜肉有过一面之缘后，疯狂的佳梦还跑到他的粉丝见面会上呐喊助威，并为自己赢得了和小鲜肉共进晚餐的机会。可姚师傅的努力却并没有打动女神的心，女神反而以二人逼格不同为由拒绝了他。星姐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阿水再次放了女友鸽子，女友一气之下就跑去和别人约会，阿水把对方痛打了一顿，结果被抓进了派出所。他的父母因此大发脾气，也更加关心儿子的教育问题。正当姚师傅努力修复自己和女神的关系之际，女神的前夫回来了，佳梦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小鲜肉的前女友居然也冒出来了。没有经历过前任风波的爱情算不得真正的爱情，小鲜肉的前女友准备向小鲜肉逼婚，佳梦混入片场向小鲜肉强势表白。小鲜肉虽嘴上不说，但心里已经被感动的逼逼的。女友坚持要分手，阿水只好和她解释了自己死活不去电影院的原因。原来阿水这么做都是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，躲在暗处偷听的父母非常愧疚。就这样，机智的阿水挽回了女友的心，还无意间让父母破镜重圆。而姚师傅也利用一场人工降雪，成功俘获了女神的芳心。影片的最后，佳梦和小鲜肉，阿水和女友，阿水的爸爸妈妈，姚师傅和女神，女神的儿子和他的小女神等所有心中有爱的人都聚在了电影院里。爱我就陪我看电影是由牛朝阳执导，吴镇宇、于南、金范、古力娜扎、任达华、惠英红等联合主演的爱情喜剧片。影片聚焦爱情与电影，为观众讲述了从青梅竹马到白头相守的人生爱情故事，感动与欢笑同在，笑点与泪点齐飞。